来呗。今天来一个八爪鱼哈。首先吃八爪鱼哈，把一些八爪鱼的牙齿去掉。哎呀，八爪鱼的牙齿在里边呀，就在就这一个就是八爪鱼的牙齿，看到没有？洗完以后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像八朵花一样的八爪鱼啊。特别好吃，这八爪鱼的头你可以在家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的给它搞掉。这个八爪鱼的头你看像什么？想一想，我告诉你像什么，像个小桃子。这八爪鱼的沫特别好吃，喜欢吃海鲜的对着屏幕戳两下，给渔民个双击，支持一下渔民，还有给一个吧。